还会被打死，最扯。花瓶皇后给帮助。好，等我一下，小事啊。靠腰啊！我英雄联盟怎么？林老师嘞，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哎呀！修攻速，修攻速怎么可能是 nerf？ 中邪哦。他重点就不是在攻速，他不是在打得快痛不痛的问题，他是他就是痛。攻速修了没有什么用啊 ，W 修20%，干他痛是痛那个什么被动转目标啊，真的。摸死要参加明星赛啊！算了，我标题改一下好了。感觉你们就是会误会什么？我懒得回答这些，懒得回答问题。要解释。圣神破还是蛮强的，圣这个角色打什么打辅助会比较好，我觉得。哎，我那天看韩服，好几个人在玩上路圣，就是看起来伤害好像挺高的。啊，星际德也有，星际德我觉得好像出场率也蛮高的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他妈要怎么给人家帮主啊？最麻烦呢、欸！啊，我看到了。圣守护的优势，圣守护的优势就是对线强。他打近战辅助基本是屌虐，每一个会趋劣势的。近战辅助什么布朗姆、亚历斯塔、雷欧娜，基本都是会赢。然后他在中期的那种。应该说前期那种节奏轮转上面来讲，有全球流的关系，所以很强。看对面的对线，那也是最强的组合、欸，不是最强啊，最烦的。干的，我怎么觉得这一字好像怪怪的？他怎么感觉不会玩伊泽瑞尔啊？哎、欸，他真的看起来怪怪的。为什么我 Q 是手动啊？我上次玩什么智障角？哦，纳米，想说怎么可能会，怎么会有技能是 Q 手动？呼呼，他敢这样子出来，就表示他 jungle 有可能在下路。这个露露就是这么白目的话，我觉得对方 jungle 在下路的几率
应该说靠下的几率还蛮高的。我要回去的关系，所以给他换一下美仓。然后我现在站在对方的眼上 recall， 不过没差，因为这个兵线会出来。我们买一只鞋，买一个红宝石好了，不要买鞋。我们可以稍微用走中路的方式，因为伊泽瑞尔比较不容易被限制到太多士兵。所以其实还行，好，看起来是不会发生任何状况。为什么耐德利才两等啊？然后三等了。可以哦，谢订阅 ，VNCNT 了，谢谢。其实奈德利现在可以下来给你看。好，阿翔给你装。伊泽瑞尔是100%打不赢克里斯塔，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二打二，他就是一个87。我操嘞！我操嘞！两个眼睛哎，这么爽！伊泽瑞尔要等到出，应该出什么装？我觉得打不赢。以前的陨落感觉打得赢，可是现在陨落就是一个垃圾。我现在才发现对方上路冰鸟哎。也是新 meta， 对方受不了，过来拆紫烟了。不过没差啊，反正那紫烟不是我们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下路好像双排、欸，对方的双人组，对方的双人线，感觉起来了。这真的也是来玩的。真的是来玩的。奈德利没摸，吃到？那没吃到，算了。呵呵呵。EZ 前期真的弱，弱到一个，弱到一个夸张。那角色就是，就挺憨的。妈的，还要给我出那个哦，我也是受不了。他出那个，那个什么史达克还是什么什么鬼东西呢？
MS 020130谢谢你的订阅。对方是，对方怎么感觉是主一的克里斯塔？鬼锁。你的 EC 真是不活哎、欸！妈，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也不管人家受不受得了。不会死。哎、欸，他出五，我一定要痛呢。因为你，我才加入英雄联盟，我还不谢谢你把我推入火坑。感觉听起来我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！谢谢你呢。哎、欸，这 ED 真是来玩的，他就是真的不会玩 ED。他为什么刚刚不回去，现在还要在那边 game？他到底想什么？他到底要干嘛？不是、啊，你在坚持什么呢？在坚持什么呢？妈的，白痴哎、欸！这我也是看不懂啊，然后你在那边 miss 标，我也是看不懂，这个闪现我更是看不懂的。哇操嘞！我真是被气死，各种比戳哎、欸，应该是不会有事啊。哇，还有塔龙，还有塔龙的话就不是啦。然后这个人怎么洗到这边来了？哇操！这个 EZ 跟奈德利好神呐、啊！不能指望他们了，太废了。我是赚二吗？不是、啊、，easy 不是那奈德利太废了、啊。他刚闪现上去，然后什么都没打到哎、欸，我也看不懂。对方吃龙，而且他竟然是那个斯嘉娜一个人吃龙，他在干嘛？他在便秘哦。妈的，这个塔龙一直来！谢谢龙妹。哦，虽然你没有被 Google 小星星出来，但我感觉到你的爱意了。塔龙有点烦，然后中路很废，江狗更废。这场感觉他们就是没有打自己的位置、欸，嗯，奈德利看起来是自己位置啦，可是就是他的分数大概就在这边，操作就很烂，然后那 EZ 看起来是应该是被抢吧，星级的
辛吉德有没有办法 carry 我们呢？感觉不行，他不是一个，他不是一个 carry 角。那中路太废啦，中路没有跑过线呢。那个卡萨丁，这塔隆跑了两次。转头就死了，我才正想看下路怎么死的，然后就死在塔下，然后我也死了。啊！这一局该怎么打呢？那下路又死去。你真小啊！这场要结束啦、啊！你真以为你一个人可以凯瑞起来啊？零一零卡萨丁，我们下路是零五一跟零三一。GG。心急的不想回来。看这卡萨丁反应超慢的呢。白痴哦，人家这样塔杀，然后我们什么麦法都没有，这真也是最扯的。好，我决定放推了。太扯了、哦！几分啊？这个场，好，还剩两分钟，等待20分钟到来。没有啊，这个中路一定在喷 jungle 啊！你看他这个 ID 就是他想打 jungle， 然后就有那个奈德利超戳，那感觉他在喷他。奈德利真的是来玩的。
这 EZ 我也是看不懂，一个伊泽瑞尔给我出龟缩。操！我盾一下就没了。啊，随便买了。操他们！操他们！EZ 不就要出鬼锁？没有啊，你第一件一定要出什么水滴剑或者三箱。你一开始出鬼锁，怎么可能有伤害跟爆发？后面可以出啊。我看过几个 EZ 是第二件或第三件出鬼锁，这倒没差。你不可能第一件出啊，你第一件出干嘛？你拿那个钱，鬼锁多少钱啊？鬼锁好像2600吧，还2900。拿那个钱去买，你买 BF 大件都比鬼锁强。在第一件装的时候 ，Power Spike， 你才会有伤害啊。好，我们来公布答案，看总共有多少人补位。现在看这个伊泽瑞尔。好，打 jungle 的，干！我们刚刚三个 jungle， 这个奈德利，唉，赚三命。靠呀，为什么我那个不见了？奈德利，赚金啊，赚三命，安息吧。中路啊 ，jungle。算三，我们上路其实也蛮强的，玩个星级的，只会星级的，38万分的专进，唉，好废呀、啊。一场三 jungle， 哎，穿金星级的，EZ 出鬼锁真的不适合第一件啊！我看过几个 EZ 出到第三，我就觉得还不错。一直在那边丢，一直在那边丢，清兵又还不错。